三没人。隔壁老大呀，林三。隔壁老大呀。你有時乜嘢都要俾啲時間人哋得噶嘛，要人哋即刻要決定就決定，即刻就要咁樣改就要咁樣改。你成日話民主，你問下我先係咪民主？你哋啲話係要付出啊嘛，係要咩啊嘛？我覺得我唔需要，本來唔需要嘅嘢，點解無端端要我咁樣付出啫？